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开猎人。猎人，你为什么把他脸放在最上面？好，坐下去。真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真讨厌。来看看会看到谁？奇亚吧。奇亚，哎，对，还没看到奇亚。有一张 SR 奇亚，我就很满意了。R 星号是算 AP 的吗？感觉不是。哦，看到了，怎么是你？对啊，还好啊。我不喜欢他。反正他又不是 S 啊。也是啊。比这个脸好。那个脸看起来真的很讨厌，是不是？比西索那个脸好多，那个真的会吓到哦。开刀会吓到的脸。哎，猎人还有继续画吗？最近有没什么消息？有啊，他在努力中，他的腰痛，他在腰和画画还有电动之间做着努力做着抉择。哥哥，哥哥，哥哥叫什么啊？哥哥 SR 哎。伊尔迷哦，对，伊尔迷。拜托召唤你的伙伴来，不要撩你。你叫伊尔迷找弟弟来。对，叫伊尔迷找弟弟来，拜托，你心爱的弟弟在哪？他其实图，他就是一张大头。大胸的骰子，奇亚，哦，奇亚，哎，这是我刚刚开的那个吗？对，他的卡池是不是很浅啊？他就只有100种而已啊！你是想多个什么？太想多也多不了。他如果后面卡背有猎人那个图案更好。你说像那个猎人阵那样？对啊，哦，这段也刚刚有开的，这叫小闪吧？我觉得我会称它为小闪。我觉得小闪从负面到正面没什么关系。反正我们收藏到也没什么。对啊，嗯，这是真的可以打的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它是卡牌，它没有图鉴可以看。可能要找找看吧，说不定有。哦，完蛋了，没有奇亚的机会了吗？虽然说你也不错。哦哦。对，可是我想奇亚。这张好像不便宜。我看到，看网络上这张好像不是很便宜。皮卡斯也不错，可是比较想要奇亚。嗯，比较想要奇亚，的确。啊，至少不是雷欧利。不是劳力都很棒啊，真的，不是劳力都很棒。比斯基，开个一瓶海岸线的小闪，我才要想说他的物品那些小闪是不是很少？感觉比较少哎、欸，都是人物。对啊，钓竿，然后。大天使的气息，目前我们就开到这两个物品的。哟，大天使的气息又来了。看你自己感觉就是补血的啊。应该是啊。凶离虎。沙袋魔，其实还蛮帅的。这是你第二张 SR。嗯。
我刚开始一个啊，又是看到十一，真的要去查十一是谁？还有四个，也是啊。那是蜗精吧？因为它只出现十一耶，其他的呢？十一有什么用意？蜗精吧？是吗？还是啊、哦？我忘记哦。圣骑士首饰，它有没有爆配的可能性？库拉比卡。我觉得牌是做的还不错，爸爸。哦。嗯，所以不会有金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有彩，有 HR 那种东西。嗯。我看好像有 HR 的东西。HR 还是属于不在配率内的晾干。他物品感觉很少、欸，真的。耶尔迷，然后这是场地卡吧？是吗？不知道。不是。感觉也是道具的一种。又是十一号，小杰。我觉得 SR 看到现在最好看的是比斯吉，还有爸爸。其他的我觉得你最讨厌的脸，感觉他好像很有用，因为那张脸吗？直接吓对方。哎、欸、，Why？ 嗯 ，Why you？ 为什么没有奇亚、啊？哎、欸，这张没有是不是？有，我刚刚好像有一张。重复者。你刚刚是有几张那种？多少？四张。所以还有机会吗？没关系啊，有没有都没差。看到这两张就很棒了。真的想要就去收卡也是可以的。
这张我没看过。这张我没看过，它是道具吧？最后一包。第一张，盗贼的记忆。流水剑士。不错啊，我觉得开到这样才重复一张很棒哦。嗯，还不错。哦，也是他。你用。我们这一盒开到。克拉比卡。这个算什么卡？不知道。然后这张又是克拉比卡。然后爸爸。炸弹魔，然后伊尔迷，我们这一盒的开箱就到这里了。喜欢我们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